市长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说你上任到现在已经开源节流省下6亿元，对于这个数字你还满意吗？那是因为哦，还没有彻底查呢。那个如果要查到底的话，我看那不止6亿，还可以再挤出更多。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接采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有料就报，紧拨电话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，或苹果日报 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